种的手法，把电影外加。嗯嗯 ，OK。应该先弄对位置了，再开 X 光吧。这是小米吗？这最小的吗？怎么好慢呢？调速度啊，已经调不了了是吧？嗯，对，开了已经。这已经最大了吗？嗯，对。你按不动就最大了。调最亮啊。看来相机。调亮点吧。哎，可以。这是麦克风。你把手机放反了吗？正面啊，还是正面啊？这是麦克风在上面、啊。正面的听筒吗？麦克风。我建议你不要用中间的手指点，不要用中指点，用食指。OK。可以用小指吗？哇，好多 BGA 哦，好复杂，电池呢？在下面这里，对，这里电池。这排线，屏幕的排线。这电池吗？这电池吗？对，这块黑黑的是电池。对，一层一层的电池。再点其他地方看嘛，直接在导航里面点。哎，对，哇，你那电池还挺大的。视线好暗，你以为？太白了。对。哎，对，很好看，哎，很好。看你下面的 USB 接口，看到普通的 USB， 焊点都很好。对，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嗯，非常棒。这个是？这个线是什么？这个线？想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条的话应该是下面主板跟上面的那个连接线，它上下主板是分开的。啊。然后中间很大一块都是电池。好了，